圈圈肠配粉条肠喽。先来个圈圈肠，小蘸料，小蒜酱。就是大肠包小肠，哇！一咬一包糖，小葱，冷啾啾的。看见酥脆吗？特别足，一咬感觉要吃出来一样。这一口有点大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让肠。反正它里面就是粉条跟蔬菜，哇，它里面好多辣椒，你看出来吧？嗯，棒，我就知道这个肠最好吃的方法就是风去炸锅炸。其他方法都不好吃，就这样的话皮会脆脆的。加饮料，看，这个是一升的饮料，哇，我以前不觉得这个冰糖雪梨好喝，现在觉得蛮好喝的，可能是人生太苦了。喝起来冰冰凉凉甜甜的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喝了。你要吃葱吗？蘸酱嘴。你看，这个最后一下跳的真好，我好想把它整出来看一看。哇！哎呦，这个小葱怎么吃到后面这么辣？哎，好了，就到这儿了。我看来我还是克服不了大葱，拜拜。